Hello， 来到老屋子 O Day， 成功在地，风味独特。然后食物的价钱都在这边。还有烧排藕的25块，番薯片每份30元，薯条30元，弹珠汽水25元，芋头片每份50元，芋头片我最推的，那好吃。然后炸在这边炸。店虽小，可是很有古早味，对啊，还不错。OK， 不要拍到人家了。OK， 然后在这边，今天礼拜天，天气还不错。然后你看，一堆人在排队了，就绕过去了。OK， 好了，下一段见。那有没有看到这吃货？好像有没有看到这吃货在吃东西？芋头片。我家吗？在这边啊，人很多。薯片呀、啊。薯片啊，老屋子有没有？很大片呀、啊。我家吗？今天油感觉比较黑一点，我刚刚看到油没有很干净、比较黑了。生意太好了。生意太好，炸了有点。还好。你要加这个、欸？两个、啊。对啊。我们价钱是比较实惠的，跟金城那间比。这薯片30块、啊，这样子啊，算多了。还、算多了，你再加点那尝尝看。拿了藕的25块，这很便宜啊。我们以性价比来看，这真的是比较便宜。那金城那现在卖到多少？35哎、欸。啊？啊？现在卖到35吗？35吗？哦，对，那个都要排到天荒地老，那个我不推荐。那我不会再拍了，我之前有吃过，我不会再拍了。放辣椒自己做的。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很辣，没你家这样香。有点麻嘛，不好意思哈，镜头请看，有点辣吗？辣，我帮你加一些，要两根吧，这样子。他只可以吃虾子，只有一虾子而已了。好，加点。很辣，那些辣椒。我看看辣椒好不好吃。自己做的。还过来一点，不然等下掉下去就这个就不一样。辣椒，辣，有点油啊，真的，良心讲，看到这大有点油，有点油啊，那是藕的要不？今天炸了有点油。啊！你再不先吃完，你要、吃藕的呀！直接吃了，你吃了，你吃了，你拍片讲，你吃了藕的，今天藕的表现怎样？那今天表现怎样？这个有点大了，有点油。那藕的看表现怎样？大的点油就是火不够大了，才会变成油耗感比较重。来咬一口吧。线看起来不错了、再咬一口，再咬一口，刚才那个炸了点油啊，哦，这看起来不错了，我咬一口，你加点辣椒好不好？我加辣椒，我才，这个应该不错，我咬一口，不甜面，那好，不会啦，这个，看那芋头片没有了，就可能那个面皮太那个会吸油，可是我看一下这个还不错、你看看。拍张照好不好？拍张照，慢。OK， 好，我吃上看。我拿着哈，好。这个挺好吃的。这酱好吃。那酱很大。它的酱最多。这个就好吃了。来看一下吃的这个。今天不行的是那个这个芋头片，你的芋头片啊，薯片，油耗感太重，我都会喷汁啊，这会喷汁啊，那这蛮大，我怕会喷的到处都是啊。你要这个吗？一人一半呢。那这个蛮好吃的，那就是香油啊，然后辣辣的。
啊，生意还不错。这个这买就好，比较划算。金城那间我都不推荐的，因为排太久了。他前面就满一百，他前面一百个，他也不会先给你后面一个人拿一个，他不会问你。那前面二十个、三十个，他就前面出道完，才会给后面一个人满一两个的。那个我就不推荐了，没有讲了 ，OK， 不要告我 ，OK， 不要告我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个工作写时评的哦，现在快第七集了，我跟你讲，回来工作就写时评了，到时候写一颗星，我跟你讲，连写一颗星都懒得写那种就不好了，对你上架也是不好了 ，OK。不过目前还只没有写过一颗星哦。没有写过一颗星的，最少就只有十颗星的，三颗星以下我不评了 ，OK。好，我要用餐了 ，OK。还不错吃，这个还不错 ，OK。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